小组化影响，和各级学校今年真少有碳化桌啊、椅啊补助。虽然早期有塑胶梯啊制作的春秋座椅，但是学生普遍反映无好坐。学校陆续活动来查坐桌啊、椅啊。花坛国小为着节省开销，向花坛国中讨回200万张的二手桌啊、椅啊维修，和学生上课更加舒适。只要白膏啊加上几支铁钉啊，这张桌啊都会使重新使用。即使这是花坛国小，但是却出现了花坛国中的桌啊。原来这堆桌啊、甲椅啊，拢是花坛国小向花坛国中讨回来，只要小小的修理者，都会使重新使用。花坛国小校长林正茂表示，早期学生反映塑胶桌椅会比去无好坐，期间曾经以何以代替。在两年前知影花坛国中因为有家长赞助，赚完了200万张旧木制课桌椅，所以赶紧争取刷包到校来提供，同时六年级的学生使用。这些课桌椅是我们向内花坛国中他们整个学年的汰旧换新。那我们得知这个讯息之后，就商请花坛国中把桌椅移拨给花坛国小。那借由移拨来的这些椅子，我们拜托我们的技工重新整理之后，让我们高年级的小朋友使用。那也给我们的孩子一个爱物惜物的教育观念，让他们能够爱惜周边的物品，能够用的继续使用，那也节省了我们一大笔经费，把其他的经费用在其他更需要的地方。只是这里手的桌椅啊，难免有损害，所以透过学校技工的脚手，后废弃物再利用。伊讲真侪桌椅啊，拢会摇真无稳，只要经过整修，就会使让桌椅啊有新的生命。椅呢，拢会坐两脚啦。学生，你看，啊，你们这椅啊，呢，这个椅子也是这样。学生坐椅子，你这样坐是不会坏，一定不会坏。他是这样坐，怎样呢？大家有感觉真好耍啊。对哇，我嘛会安尼啊。所以讲伊会变安尼，所以讲安尼，即安尼容易歹啊。啊，即卖吼，即卖讲法嘛较无较好啊。之前那个长桌啊，迄个继续用，即落较无好用。因为这木头嘛，较无较好啊。之前嘛，塑胶啦，佫愈歹，塑胶佫愈歹用。所以讲嘛，说柴算上好呀。柴本来柴就是爱上好个啊。全国比赛啦。除了修理桌椅，伊佫将学校的废布料做成各种的装饰品，是苏先安中的艺术家。新中华新闻北平林花坛采访报道。